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一念天堂啊。这个视频啊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广西啊，广西洪灾啊，这是哪儿？这是呼和浩特啊。逆风粉，你看看，强国内啊，一片战天斗地的景象，从北到南，山崩地裂啊，水火冰雹啊，洪水啊，各路神仙啊，都来溜一圈啊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这个朝代啊，包括咱们在从《道德经》也好，啊，包括从咱们的这个《易经》上也好啊，尤其是《道德经》，有一句话叫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也就是说你这个朝代，你这个国家。已经背离了大方向的道，啊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啊，包括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啊，包括这个整个的气象各方面的，有很多关系都联系在一起的，啊，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《道德经》里边说得很明白，也说得很详细，啊，就是说想得到就是失去，啊，就是说也就是不符合这个朝代的这。也不符合当前社会的这种发展方向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已经啊被大道所摒弃啊，大道要灭掉你，就是这个景象啊，这个就是各种景象的这种发生啊，咱也不知道这个习主席是什么，是读的书多还是读的书少啊，这个东西书咱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，所以说还必须要二十大一定要当主席。很牛逼，佩服，接着当啊！后边发生什么事儿，自己心里有数啊。只要书读得多，看得明白啊，后边的下场也应该能设想到，对吧？还有这些这个国内的这些二逼们啊，就这个网警们啊，就你们的三两水平，好家伙，还折腾呢，还他妈逗呢啊，还就是你们还想渗透呢，对吧？手机啊，手机我这儿有他妈的。好多啊，电脑无数个啊，随便玩啊，就是说你们所玩的那些雕虫小技啊，随便弄啊，就是，我就看看你们怎么玩啊，就是你们的技术人员是怎么弄的啊，你可以随便去试，随便可以过来干啊，就是不服，哪怕就是说你要是说直接加 Telegram 啊，加 Telegram 说，哎，哥们儿你在哪个地方？哎，行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来就行了，你别管来多少个啊，我让你们来。啊，你们来一个团也行，来一个师也行，你们敢来就行，好吧？这个东西你不要在这个什么泰勒官方斗壳子，什么要这个要那个，我没义务给你。你上来就要一个我，那是我们战队用的东西，怎么一上来就给你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你不要以共产党那种架势来跟我说话，知道吧？你没有那种资格，滚远一点，知道吧？想活多活几天，如果你们想干。我告诉你地址，咱们就开干，啊，给我说地址，你给我告诉你地址，你可以来就行了，好吧？如果你要是觉得挺可怕或各方面的，或者说你要觉得怎么着的，你就离我远点，别没事找事儿，啊，丑话我跟你说的前头，啊，既然我敢这么干，啊，包括在几年前被共匪啊捉来捉去的，既然我跑到海外，包括各方面的，我就有胆跟你打回去，知道吧？我们就是目标，就是必须要打回去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我们积蓄的所有的力量啊，包括我们在后勤上，包括在金钱上，在钱金融上啊，包括这个渗透上啊，包括海外技术力量上啊，包括跟随七哥的这种大方式的这种走向啊，
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就怕你们不来啊，所以说可以试一试啊，来到我们这个山头上，你看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，我们会非常温柔的招待你们啊，你们只要敢来就行。话我就说到这里啊，不要再玩那些雕虫小技的东西了，没有意义，好吧？包括大形势，包括还有那些小喽啰们啊，大形势大趋势你应该看得很明白，知道吧？国际上的，既然你能够翻墙出来跟我交流啊，玩那些小 case 的东西，你应该了解到大形势是什么，国内的形势是什么，国内的银行的状况是什么情况，包括股市是什么情况，包括外商独资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和这三驾马，外商独资企业引进外资的，还有是扩大内需的什么状况，三驾马车是什么情况，国内的经济是什么情况，你们心里应该明白。有点文化，有点这个学习能力的，你应该搜索这方面的知识，你应该知道共产国应该处在什么情况啊。你不要为赚的两毛钱把自己的大事大趋势把全家里搭上，对吧？所以说稳着点，看清形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好吧？包括你们翻墙的这些网警们，好吧，心里有点数，别有点逼数，别他妈傻了吧唧什么他妈干，知道吧？长点心眼儿，别他妈干完了以后自己全家的老婆孩子他妈的逼都被人干死，或者说被人们他妈玩弄，对不对？自己好好回想一下什么情况啊，这个工作这个形式以前是怎么得到这个工作的啊，受过多少侮辱，回想一下，好吧？话我就不多说了，太难听的话没有意义，知道吧？在那个他妈的银窝贼窝里边就没他妈什么好东西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，好吧？还有一个就是包括这个平台上啊，就这些东西啊，其实我们也有通过渠道，哥们儿我们也能看到啊，其实这东西都是没有什么大必用的啊，就包括你们懂点那破电脑知识，包括你那网警懂点破点知识，你也左右不了什么的什么东西，包括就用一些大型的蜘蛛爬虫，一些大型的搜索引擎，你搞点这破逼东西就是骗点工资啊，没大逼用啊。所以说这些懂的人知道怎么回事，不懂的人就是骗点钱，你们什么想法我也知道什么意思，好吧？今天就到这里，包括那些啊昨天大面积啊捣乱啊，加我 Telegram 完了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直接直说啊，要什么东西干什么用啊，想干什么哎掏钱就行，好吧？跟我战队没关系，你掏钱就行，好不好？可以的啊，觉得有想法的啊可以谈，没想法赶快滚开啊，没他妈时间跟你他妈扯蛋逼，好不好啊？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好。